三幸運如意第二。一開閘嘅時候，幸福指數應聲彈出啊！跟住第二位發型起啦，咁啊內欄咧仲有飛來晚出邊龍城勇將啊紫色衫噶，最出咧咁啊黃黑衫嗰只咧就偏偏走埋上去，中間紅衫紅衣星辰藍衫中檔咧仲有新力風啊！再後邊噶嘛，幸運如意響呢個尾四，尾三就進黃彩，咁啊後邊兩隻華欣庭、奧斯卡咧咁啊響呢個包尾嘅位置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發型起放，幸福指數第二位、第三位咧就係呢只龍城勇將啊！再跟住第四，仲有外邊位置，咁啊黑衫黑黃衫嗰只啦，就係偏偏啦，內欄飛來猛啦，中間新力風，後邊紅衫咧就係呢只紅衣星辰，依然等緊入邊喎。幸運如意尾四，尾三咧就進黃彩，尾二華欣庭，奧斯卡掟出去大外檔，好被動個位啊！好啦，鬥到嚟最後三百啦，前面髮型起咧就拉鬆咗噶啦，咁啊見到外邊追上嚟噶嘛，有紅衣星辰入邊上咧就幸福指數啊，幸運如意嗰啲馬鬥到嚟最後百零米，髮型起佔先，外邊位置紅衣星辰立緊上嚟。在入面幸運如意上緊，出面華欣庭接近終點，紅衣醒神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二名幸運如意，第三名華欣庭，第四名進黃彩啦。